等下肚子饿是不是真的就去吃阿华鲨鱼羹了？真有了啊！你看，好精彩，好多人呢！哇，妈妈两台呢，两排大炮，但是应该是拍处女那个掉下来那一只的。就先去看一下，我戴望远镜啊。很多人哈，啊，在石头那里，石头上面那里有没有？今天好多人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，晚一点来了就站最后面嘛。哎，小姐，你在看什么？抓抓头，抓头，抓头，抓头了！有有有！哦，好可爱！哦，沙羊，沙羊，它的脸麻到起。这样的加倍镜让它抓更近了，这样好像好像还是太远了，对不对？整只大只的，这样子就很对的。今天好，借草龟推理网，嗯，刚好草的边缘到山壁边缘这里，啊，那一个零线上到最顶那边，对，中间这个位置就对了，这里刚好画面我点的这个位置，嗯，比较，啊，这里前也剪不大概啊，哎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就是。好可怜哦！对呀，在草根上面，在草根上面，上面有一根柱子，有没有？自己看不出来，这有根柱子，你等下自己看，这有根柱子，然后这边草堆就是了。柱子？哎，那边有的山壁有了柱子，有没有？上面有一个柱子，有了小洞啦，那边好像有了柱子，然后左下角有一个比较长的草，啊，左边就是他们的草。就是迄带呀，嘿嘿，北北顶头遐，北北顶头，嘿，对对。好，比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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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巧。你这到底多少？它就是比较600到2000而已。你这个是300的，对啊，300加两倍进来，两倍1.6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啊，这两个怎么截啊？啊，我没有拍照录影而已，拍照拍不上。啊，对，啊，可以录影。这只手动镜头追不到。我第一次碰到可以这样截的。它这个16倍是底片机用的。底片机1.6倍。对对对，它可以把手动镜头。1.6，2.0，2.0。它可以把手动镜头变成半自动对焦。这样有多少？全部加起来多少？这样2280。哇塞，比这个还少。真的，那天就看到，之前看到一台 P1000的3000拍下来是特写，就回去就把奖杯金都找你。那个到3000，2400可以用，2400以后不能用。2400以后不能。我那个朋友有买，我最早我这个已经玩掉2台。不过一样2400，你把它拍4K录出来。才1080就是2倍，所以那天看到不错，这样接法不错哎。哎，我也有那个炮来接接法，我也有3.8手动啊，你有手动？不是，600定。我一般是说 F8以后对焦对不到，但是其实对对对，其实你看不错啊，录影不错，哎呦，比我的漂亮多了。就录影，因为我的拍不到那个，它飞起来我追不上啊。这个最大吗？
这个打单张飞的可能没有办法，手动的，而且它 A 服的没办法。对，我是今年才来的，然后五月一号来开了两天，觉得开不到了，直接拿加倍金币。我前一两年也都会来，可是今年他在哪里？我第一次来，我不知道。你讲在顶头北北呀呀，这边的草啊北北，爱那边的北北。加了，真好、哦。这个坑啊，啊，直接这个所在，这个。哦，那个草啊呀。草啊家，哎。那个草啊是哪呀？哎，那个。那个草啊，对这边。就在草，就在那一根长长的草的旁边那一堆草里面的。就在草里面。对对对。就在那个白白里面。白白上面那个草那里。白白上面的草那里。我直接影片给你看，我这边有影片。那里面听说还有一只。在左边这个，它一般好，我们加出来，一张两。要下架，这个不长，前边接手，它中间也是下架。他在睡觉，眼睛闭着在睡觉。啊，没差了，家里。啊？来教。硬币睁开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呀。来。原来翻白眼，翻白眼。怎么这么钝？你要翻白眼，翻白眼。是在眼睛闭起来啦。
翻白眼。应该是眼睛闭起来了。哇，睡觉也在拍，翻白眼了。